I really just bought Sims. It was on sale for 99. Man, what a weird sign of the times. Need to keep busy, trying to eat the hours away. Who knew that I like Milky Way? Wake up, I'm ready to go. Yeah, feeling so good in control. Yeah, think of the places I could be. So I give up and watch TV. I think I'm going crazy, pacing around my room. Tell me that it gets better being alone, alone together. The world is upside down and I'm turning inside out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终于搭好了我们的天幕了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包场了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宜兰南澳的金阳山猪露营区。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择金阳山猪露营区呢？虽然它的海拔不高，但是呢它离溪边很近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打算要来玩水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介绍一下营地的设施。另外一个我们选择它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营区很小，所以呢你看我们一下子就包场了。好，那在它附近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露营区，叫做那山那谷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哦。那我们刚刚有经过，那因为那山那谷呢人非常多，那大家都知道说大哥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来到这个小营地。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厕所跟浴室，就在这里。然后它的厕所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有三间是独立的，然后浴室也是三间独立的。那其中有一间呢是里面包含浴室跟厕所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比较大间啊，这间，它就是里面有浴室跟厕所。对，它是共用啊。对，所以就会比较大间。对，虽然不是那个很豪华的。哎，对对，可是还空间还蛮大的。对啊，没错。啊，那其他的话呢，它就是分开，它就是厕所。厕所。对。哦，它就是这种蹲式的这种厕所。它都有附卫生纸哎。这边是小便斗，小便池。哦，男生的小便池。哎呀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是浴室，哎，其实都蛮大间的。对啊，其实蛮大间的。对啊，不豪华，但是都大间。嗯。但也够干净啊，老板娘刚刚才来打扫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这样小小的，然后这边还有冰箱。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东西要冰的朋友就可以放在这边。对，其实它这边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它有提供那个 WiFi， 因为这边只有中华电信。对，如果要来的话，对，记得如果你是中华电信的话就会满格，可是如果你是其他的电信的话，可能就这边收讯会比较差一点。那它还有提供 WiFi 哦。刚刚带大家逛完营地啊，因为现在呢是正中午，是最热的时候，照理来说呢应该会很热，可是今天大哥居然没有觉得很热哎，还好我今天穿了这个 Major Man 第二代的顺凉登风衣，它真的有那种凉感哎，因为它的布料是属于那种特殊材质，所以就算在太阳底下也不会觉得热，反而会有凉爽舒适的感觉哦。还有它的布料是属于比较容易干的哦，所以就算流汗的话也不会有那种黏腻感哦。因为大哥以前超讨厌擦那个防晒乳，就是因为防晒乳都会有那种黏腻感。那现在穿了这个登风衣之后呢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，超赞的，所以大哥超喜欢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有防晒效果，它能够防99%的紫外线哦，因为紫外线对女生来说真的是最可怕的哦。如果晒黑的话呢，大哥就变得黑黑黑的大哥了，哦，那这样穿泳衣就会很难看了。现在天气还不错，我们先来去玩水咯。那要去玩水的话就要从这边的斜坡下去哦，走吧。哇，没想到这么近呢，你看
白色配红色，超好看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弹性还不错哎，你看我这样怎么动它都不会 KK 的。我们现在收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这次的三天两夜的行程也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这个营地呢，我们觉得很棒，就是因为它离西边超级近的，所以呢，在这么炎热的夏天还可以去玩玩水，真的超赞的。好，那又加上说，因为它这边比较，就是因为夏天嘛，大家都知道夏天真的很热。那还好这一次，大哥非常聪明的穿上了这个Major Man 的这个顺凉登风衣，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哇，大哥没有晒黑耶，超赞的。那也因为这样呢，助理一直吵着说他也想要一件，所以呢，现在大哥有在考虑要不要帮助理添购一件。其实我觉得男生也很适合，因为其实它的颜色真的很多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上他们的官网去订购哦。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说明文里面。那他现在还有满额赠哦，聪明的人当然是要现在去买咯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先帮我们按下订阅键，并帮我们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接收通知哦。我们下回再见。